大概去哪里吗？他是去上那个环东停车场。停车场，这应该也是做个公益价了。那公益路上的房子可以做公益吗？应该有了，有机会啦，但是你遇不到啦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城主夢天堂会社にくいぬい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科比又来了。今天一样是用 N1 下去做公益车。好多 N1 哦，为什么那么多仙草？对啊，这次隔了比较久啦，我随便说明一下好了。现在以后这样好了，我们做公益车，好，你夺标之后到签约到交车哈，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要完成了，时间上要掌握一下，不然就大家会觉得哎，怎么那么久没做了？其实我们都有陆续在做，只是说上一台卡了比较久。再次再说明一下，今天来公益车哈，这台 N1 哎，白色的，第一次做到白色的嘞，哪来的？这是我们回顾回来的啦，也是老客户啊，开一开他可能升级了，买新车就把这台给我们，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外表，你看看，真的耶，这个我们都洗过了啦。哦，铝圈也蛮漂亮的，轮胎看起来还蛮新的嘞，二零的嘞，买就不用换，51周哎，对啊，几乎都不用换，对啊。哦，后面的是19的啊，这里啊还是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哦，这边前包杆啊，就个叶子板这边稍微擦伤啊，这边一点点啊，对对对，稍微刮到，可是还好没有破。啊，这密封啊，这里是厕所嘛，那这。还是有小小的不完美啦，还是有一点点啦。对啊，这边久了破皮，到时候漆弄一下就好了。左右都一点点啦，因为它这个是包那个皮的，包不会那种。男人都有包皮，这个皮久了会破掉。那你要帮他包，觉得是点一点就可以了。包皮没有多的可以给你。那我把引擎盖打开。对啊，那个叶子板换过，厉害了吧？你有看螺丝有转啊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真的很聪明哦。你看它一起烤的，你看不出来对不对？对啊，比较难看。你知道我刚开门的时候、啊，你刚看哪里？哦，机外就拉耶，我第一次看到螺丝。哦，你看到这里啊？当然是看你们不看的地方，对吧？嗯，这里对，有换、啊、过、哦。这个可是看起来水箱架是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应该也换过，这应该换了引擎盖，还有、啊、这个也换过、啊。跟你们说一下，可是一点点啊，你看稍微板一下，跟我的技术差不多了，随便乱敲而已，不被耽误的。哦，没有啦、嗯。发电机有换过，所以因为很简单嘛。如果假设是你是车主、嗯，你在开的当下，你还是会陆陆续续会去整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看起来引擎也还好，没什么漏油，回去可能就是换个油就可以再站好几年了。库水箱有水，打开嘛，不管怎样闻一下嘛，很标准的机油的味道。啊，不标准是什么？臭一刀，感觉上好像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啊，沾一下，吃一下。嗯。Where's the lunch都还保持得蛮干净的，对，你看那时候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这个哈、啊？我现在都没了，啊，现在车又贵了，这个都没了，啊，后车厢一样打开，让我们看一下好了呢。我们最少要把它的不好要讲出来，还不错啊，蛮大的又干净，啊，下面都是备胎啊，那些、啊、工具很齐全呢，底下是备胎啊，啊，这工具都有哎，哦，你看主机耶，几年的车啊？2004年，也要跑25万。25万，那也还好啊，哦，那其实那装可能就在 C R G 之类，可能就到时候雨刷啊，我就觉得到时候雨刷哈、哦、就拔下来，我们稍微 D I Y 一下就好了吧，有没有？你说那个脱漆的东西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可能就是喷一下就好了，这个我可以帮你处理啦。啊，如果真的很介意，车子要搬烤，可能剩这里而已啦，可能就是这两片弄一下，这车真的很棒哎，一定是大拇指啦，嘿，差不多啊嘞，紧紧啊，泰山来上车，价钱的部分就是以小师的年数为主，他说他到时候抛上去，我、哦、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，他搞不好可以公益价嘛。比如说38万，那不是38万，38万就撅翻了啊，38000啦，88000吧，啊，68000这样啊，就自己就觉得 OK 就可以来了。好，来开车上车，我带你去兜风吧。嗯，我不要回转哦，回转好像会塞车。为什么会转会塞车？啊，展览馆啊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吧，我觉得啦，才会那么多大货车。展览馆是这样哦，你们都看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你知道拆在拆的时候那多恐怖吗？那像战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要全部要撤光了。哦，我去帮忙过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抢很快吗？他是摆那个 model 有没有？ model 你知道就是那种人情那种，有没有？尤其是跑步的，尤其是干嘛的，嗯，会不见，会被拿走，所以你要赶快去收。拿走拿去哪？哎，那个一具要随便要10000块吧，啊，几千块都要吧？啊，你拿了50个过去收回来，只剩下45个，你就损失5个了。拿了干嘛？啊，没有啊，因为你会摆，别人会摆啊。就全部都一起拿走。抢快一点，我今天展览赚不到钱，我可以赚10个。
也回来了，不想干了，等下会变多，等下变少。哎、欸，他们去哦，我帮忙过来帮忙拆解放好。你有帮忙干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干的，我都是拿我自己的而已、啊哦、我是不会这样的、啊。他们因为他们那个下面那个铁盘啊很重嘛，因为拆下去不会倒嘛。嗯。上面都是他们自己的 logo， 比如说小自行车就会小自行车这样，我们不会多拿了，可是就会变会多拿，那、啊、你感觉呢？但是还好吧，吃起来还 OK 啦、啊。反正不管怎样啦，我们等一下有空我就回去哈、啊，找那个样小城顶起来看一下，你看有什么东西。感觉还行哈，还 OK， 也没什么特别大声、啊。过完那些你就不要讲究了，当然就换个避震器，过完就更快了。还可是我就不建议去改了啦。坐起来这么舒服，还蛮舒服的啦。哎呦，新山、欸，对吧？哇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这是 Koda。上次说过，这些防泼水的，这样一甩有没有？上次我们是橘色，这次做的是黑色、嗯，黑色比较好了。虽然不明显，可是最少它不会那么快就脏掉了。嗯，上次橘色是很亮，可是比较容易脏。保不保暖？还可以，因为我平常我大概都是穿这一件的话，都最多像寒流来，我就穿三件了。它这个有这个，对，它袖套，它可以这样穿过去。我今天还第一次擦的，嗯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可能骑摩托车比较不会冷。它就是说手套才会往后丢的。不错，大家多支持他们。扣的、啊，可以吗？应该后面要做一个我们的 logo 才对啊，印一个 logo。好啊，下次放你的脸。不用啦，我的脸不值钱啦。我昨天去交车嘛，啊，去台中那边清水那边休息。我想说还大概十二点了，还有点早，然后、啊、不然就买个饮料就好了。走啦，我今天看到关东煮，冷冷的，买吃个关东煮嘛。我跟另外一个去嘛，我们就一个人吃三根嘛，就放着。然后再吃，咬两口，有一对男女朋友走过去，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然后看着我说，啊，对，然后科比啊，科比跟人拍照，我说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说东西先放着啊，拍照啊，那时候女生可能不太懂啊，男生就看我们拿着，他是科比，好拍照，拍哦，反正拍个两三张，我要坐下来要准备吃，他女朋友就看，哎、欸，你眼睛闭着再拍一次，我说哦，好好，我又站起来，啊，再拍，我说可以啊，我说秋都挺挺，我嘞，我说啊，算了，我就拿着，我就拍完照，哦，他很嗨，怎么整个都嗨起来，我说很兴奋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兴奋啊！啊，那女朋友说啊，可以握个手。我说好，那我这东西先放着吧。握手，我说啊，握手可以，哎、啊，可是你要记得洗手哦。哈，哦，超级高兴了啊，整个都嗨掉了，这样啊，很高兴的时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是说之前不是被那个明星亲到之后就永远都不洗脸的，被亲到不洗脸。对啊。那哦，嗯、啊。啊，没事。怎样？你又想到？哎呀，算了，泰山真的是。如果怎么了，那是也都不行。怎么了？可以一直怎么了、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对，亲到这一次而已，不一定啊。对对，不一定啊。到现在，我好想吃牛肉面。牛肉面不好吃啊。你有吃过泡面算吗？哎，如果是泡面的牛肉面，你可以吃。知道我就不会吃了，以前不知道就吃了。不过我跟自己讲的啦，如果今天如果万一不小心吃到了，不是我点的、嗯、就不行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人在江湖嘛，总是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啊。嗯、对啊，万一点的是什么肉，看不懂那就算了、嗯。如果这样好了啦，你点的像那搞不清一家是炒三样东西的，嗯，羊肉跟牛肉跟螺肉，嗯，假设好了，我今天夹错了，我就一直夹那个错的就好了，因为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好，假设有三包嘛，螺肉不会夹错了吧？羊肉或那个，如果是夹一开始夹错了，就可以从头吃到尾。因为我如果换了，就是你故意的嘛。对对对对，我不要故意的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啊，你如果就是火锅里面，你刷一下羊肉，刷一下牛肉，我都吃了，反正就难处啊嘛，总之是难免的嘛。啊，当然我不会去故意点牛肉来吃，这样就不行。嗯这样算不算虔诚？算，你是因为虔诚、哦，也不算的，就是因为宗教还是家里。我不要吃，我就不要吃了。哇塞，你给我卖胶了，卖胶，我就乖好不好？你当作我是，我又不是像你一样叛逆期。我从小都很乖巧，我都是睡饱了睡不着了，吃饱是吃不下了，你看多好。是哦，啊，你不是哦。啊、不是，你不是，困饱，搁继续困。真饱哦。哪边？公子，我还有点饿。有位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还有点饿、啊。我靠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上州夢天堂、会社肉いむい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了 ，Yes， 吃完，这是迈入全新的一年了，祝个早年，啊，新年快乐，也是上片人的机会了。好，再约时间剪的。对，剪完了碗就差不多了。今天要来检查一下底盘了。忽大，风之凉，这边蛮多油的。对，
这个油是，可是你看哦，油底壳干的哈、哦，这个变速箱油，干、的。这是公应该让我出力过，所以只是以前的油。你看，你看，再抛下油啊！上面这边那个油是什么？动力方向机的。这个。对，可是好像换过哎。对啊。这只好像是新的。换的。那换灯罩稍微破掉了，难免的啦，很顽固啊。哦，这个就像我的车那一边影片有没有？换灯罩是那个彩色的、黑色的那个对焊。啊，它用久一定会这样，你看两边都有。对。两边都好。可是它里还都不行啊。对啊，我先看啊，等一下小陈再看一下。刹车皮的话，哎、欸，还蛮厚的。哎、欸，这樣画线的嘞，来鳞片还蛮厚的。其实它刚刚讲的啦，你若讲难得花，其实这样就可以开了，一样啊，内外洗一洗就可以交车了。嗯，啊，但有些会说，哎、欸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开更久一定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其实这种车就是不要太夸张，老咖就严重哎，其实都可以开了。啊，这边看过那个方向机好像都处理过了，刚看了防尘套都没有破掉，因为防尘套都是这样啊，为什么会破？它会这样转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一直转啊。嗯。你轮胎开到一百，它转一百，有没有？啊，避震器前面也是干干的，哇，大哎。嗯，这里啊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可能唯一这里，你看到这什么鬼？这条好像掉了，这条，嗯，对，那什么东西喷掉？对，这个可能这个插头要换掉，嗯，对，这个断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跟其他群专业看一下，这条是抛啊，啊，接到几条空，这里刚刚那边，哦，抛真空管了，对啊，真空灯里啊，哎，是不是换在插头了啊？就换在插头，有，这个压力感知器。压力感知器的插头登去，完得用电的，可能爱换掉安得啊。那上面呢？来，我喜欢看下面。请小陈来看一下。哦，他刚看到那个真空阀一个断掉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可以哦，变速箱油还 OK 呢，这个应该不是黑的，很好。发电机新的呢，冷气管也新的呢，皮带也都可以，还原厂的皮带呢。这个方向机油管是湿的而已啊，那开起来是不会有问题啊，都是湿的啊。对，那是漏油吗？就是渗油啦，渗油就是只是渗的比较多一点而已的。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基本上这样开也都没有问题。它那个真空管，那个就把它换掉就好了。换掉就好。其他就是这边是不是有撞过，车头都有撞过，这边不可能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两边都有啊，两边都有折痕啊。嗯，这不规则的折痕，开起来应该是不影响。下面怎样？下面再看一下就好。我要。雾灯都没接哦，雾灯插头没有接呢，真的，两边都没接啊，两边都没有接啊，你看，等一下把它接起来吧，刹车皮都还够，虽然它换过方向机了，看起来还是在绕这样，对啊，我觉得买的新的呢，这台不错哦，就如果那个要换，就变成这边的管子都要换掉，那如果不换也是可以开吗？可以开啊，一定可以开啊，代步都没有问题。行驶上面是比较不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的，防尘套改破还用破料啊，这个 QD 悬吊基本上是不太会坏，霹雳马也是这个悬吊，可是霹雳马的很扎实，这种一般的都很烂，硬龟霹雳马一样的结构，霹雳马的很稳。引擎脚啊，这一只来很明显破裂，够明显了吧？引擎脚啊，对，真空管。啊，方向机漏油，看要不要处理？这方向机换过了，方向机换过了，换过整理的还是漏啊，受不了都受了。受猛人呐、啊，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公益车好了，好、哦、也点起来看了，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然后维修的项目目前看得到的话，就是方向机的换件套、真空管跟引擎脚三个弄一下，都绝不会瓦流啊。其实老实讲啊，我觉得看起来也没什么感觉。你鬼脚尴尬吗？没有啊，赞、哦！一来好的先抓要交给你们手上了。今天坐公益车就是心情都特别好，不是因为要过年，也算啊，也算过年啊。喜欢的话，赶快。记得我们上映的时候就记得要去下标啊！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们没有内定的，我那天有看有写，我懒得去回了，我们是没有内定的啊。假设我们内定，我还是要捐出来啊，泰山要留着。对啊，对啊，好、啊，我们是做公益的，纯粹真的是公益的。好、啊，我因为我看到我懒得去回他了。啊、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奖励章。好、啊，会员频道记得帮我订阅起来，耶耶！赞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 yeah, 拜拜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上州夢天堂会社にくいぬ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了，你要跳下太惨了，我给你这边开用咧，这边开用，这边开用，刚那边真的是也喊好，但是我们改天去绑个绳子跳下去，你敢不敢？走啊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啊你要绑好再跳啊，你不要，我先来啊，先跳了呀。
好好，走走走，我载你，我载你。小狮汽车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！哎，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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